他应该刚开始过来就有好多小伙伴想听烟火里的尘埃呀，想听吗？我的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，如果世界听不明白，对影子表白，是不是只有我还在问为什么明天更精彩。烟火里找不到红尘的残骸，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，等待着花开、哦、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，既然会感慨、哦，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、哦、只有我就是我，好奇怪哦，还在感慨、哎、呀呀，风阵阵吹过来，为何不会是不回来，悲不悲哀呀，麻木的那么快，应不应该呀，能不能慢下来呀，笑得开怀，哭得坦率，要让这世界安排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我，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、yeah。没有换眼、哎、我不是换的眼影啊，我这是今天没有画眼影哦、啊。我今天没有画眼影，所以就看着是不是白白的，这就是我本身眼睛的样子，但是画了眼影可能就是有点不一样哈。不是，我这我今天嗓子有点哑，是因为我从上午然后本来就录音录到了晚上，一直说话呢，然后今天嗓子就有点哑，我感觉就唱歌是有点费劲儿。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，如果世界听不明白，提莫不冷吗？不冷啊，不冷啊，这家里不是有空调，现在不是夏天吗？怎么现在变成冷了？而且开着空调嘞。为什么明天更精彩，我今天没有录完还要录一次，我就是录那个音频，然后不是歌曲，之后呢大家就是之后会上线，大家也会听到的，现在就先保持那个期待吧，然后反正就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，就一直说话，然后而且要就是嘴巴张很大这样说话哦，因为如果就这样说的话很随便，然后这一条就是这一句又不能用，又要重录，一直重复录。之前不是就是我不是本来以为录完了吗，然后就是结果在那筛选了，就好多不能用的要重新补录，然后补录这个补录，你知道补录多少补录了多少条吗？就是一共要补录几千句，然后今天只补录了一半，我今天补录了1500句吧。
然后每一句就是几十个字这样的，然后还要不断的重复，因为有可能你一句要说几遍呢。所以今天我应该是说了大概有接近十万个，几万个字，反正是。对的，1500多句吧。之后你们就可以听到了呀，所以这个就算录这么久也是值得的。